好，我是 EJ。那今天呢，我们摩天巅峰苍空猎流宝可梦卡牌 PCG 全新发售，今天就是开盒影片啦。先呢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来宾，今天来宾非常的神猛啊，大概是我的频道里面最屌的一次来宾终于出现了，好不好？首先我们的芒果，大家好，我是芒果。再来呢，我们台湾四天王之一，绝对是无人不知、无人不晓的，我们四天王惊奇。嗨，大家好。今天呢，我们来到了淡水猫脚印，那这边非常感谢淡水猫脚印借我们提供这个非常优美的环境啊。他们原定要在6月1号开幕了，那大家也知道，大概5月中过后，台湾的疫情变得比较严重一些了，所以他们6月1号就没办法开幕了。这样子，这个淡水猫脚印里面啊，算是我觉得台北的卡牌店里面少数有这么宽敞的空间，然后还有阳光直接洒进来的这种感觉啊，打打牌对不对？还可以去一下淡水老街逛一逛，等疫情解封之后，相信淡水猫脚印绝对是一个你可以考虑的好去处哦。那事不宜迟，我们今天呢再度的来到我们新蛋的开箱。大家有没有看到我们前面有三个杯子？我先不要介绍卡，这个两位呢，原本是不是开开心心的来拍片，然后一进到里面的时候我就说，哎，我们待会是苦茶企划哦。那片来怎么又是？之前不是才拍过一次吗？没错，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话，上一次在电踏那边跟垃圾制造所还有雪兔老 K 一起拍摄了一个苦茶大挑战嘛，对不对？那今天我们就要如法炮制，因为那一支影片的流量不错。请芒果拿一下我们今天的主角，就是完全真的没有通知。我们主角明明是这个，主角原来是苦茶，一层在那边，就一层好不好？一层在这边，所以我们等一下呢，规则跟上一次相同，两盒三个人打散，只要开到 R 以上的卡呢，就必须要喝下苦茶。那这一次呢，官方有一个比较特别的特点啊，宝可梦卡牌跟 Pokemon Go 所合作的这个比较特别的博士啊，那这个博士好像是 Pokemon Go 的那个博士，是，就是它的卡面不一样，不过博士连就这张卡效果本身是相同的，没错。消费180就会有一张，没错。据刚刚所知呢，就是消费180可以会有一张这个，也就是说你买一盒呢，里面总共会有7张。那也就是说你如果买1+1的话，就有14张。我记得这个也是送完为止的。对，所以大家要买的话要快哦。OK， 好了，那我们就事不宜迟，马上来准备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苦茶大挑战。OK， Go Go！ 好了，那我们首先呢，就是先来开这个1+1哦，因为它一盒里面总共有30包嘛。那我们现场有三个人，也就是说一个人会分到一盒里面有10包，两盒加起来呢就是20包。那我们先来打散一下，我们先稍微切个牌包，第一次切牌包，哎，太认真了吧？所以我确认一下，是抽到 V 就要喝一口的意思。V 啊 ，V Max 啊，然后。S R H R U R 金卡，尤其是金能量，只要是金卡就喝半杯了，不止金能量。突然想要运气不好一点，大家都觉得啊，那些 YouTuber 怎么好像无视配率，然后开到的卡随便没有 S R， 要不然就金能量，我跟你讲没有。现在就让你们看看，我们也是不想开到回卡，对不对？我们反其道而行，完全不想。可这个墨菲定律耶，墨菲定律，越不想开到，越会开到，没错。好了，那我们基本上已经分完了，刚刚我们就是有大喜过了，第一次大喜卡。卡包有没有？大家都很害怕。好，那我们就准备直接来开始我们今天的地狱开包吧。Go go！ 完全不想看到有边的情况，没有那么夸张啦。好，首先第一包哦，第一包 ，safe， 这么猛，稳的，我又稳哦。第一场我们全员 safe， 那我跟你讲，前面越 safe 呢，后面越恐怖。是没错，心脏会受不了了，天哪！第二包，我在哭啊！不是啦，等一下啦，我是高版本啦。高版本，哦，太夸张了，各位观众，这什么人物卡吧，对不对？1、2、3，哇！这个不算金能量，所以也只有一口而已。我觉得不行，我觉得它是有功用的，尤其在这一次日本的大赛，它是有一些特殊奇效。连吉熊里面都会，常常会放一张星战大放异彩的人物卡。没错，没错，岂能让你一两口解决？有卡套吗？没有，我是转移话题。我不管，我觉得是没。好，那没问题。大家别忘记，我们刚刚惊奇好像也不太妙哦，哇，还不错了啦。女钢龙 V Max 啊，这一次封面宝可梦的 V Max 啊，这一局呢就是我们的芒果跟惊奇要喝下我们的苦茶了。我一定要讲一件事情，我一直都待在欧洲，所以玩这场游戏对我超级不利，真的超级不利，也是很夸张哎。我运气太好哦，运气太好。我们的芒果想要延缓他喝下苦茶的时间，所以他决定跟店长那边再索取了一包这个特点卡，想要开给大家看，开一下看一下。那我们也取得店长同意。博士连就将自己的手牌全部丢弃，从牌库抽7张卡。那这个效果，相信大家有在打 PCG 的绝对不陌生啊，就是基本上牌库里面至少会放1-2张、3-4张这样子。
大概是这样啦。Pokemon Go 的这个特别的博士研究，我们还是得面对现实。那个我们的惊奇还有芒果两位，真是不好意思。来，意思意思一下啦。来，要喝完要喝完。啊，真的有苦哎！你是在演吧？没有没有没有，这真的有苦哦。观众，下次找他来现场拍谁来踢馆，我一定弄死他，我一定弄死他。先跟大家说，就是这个苦茶粉是非常好的材料，我特别去中药行买，就是也体恤两位平常工作操劳了，谢谢哦，谢谢。说给两位稍微的降降火气，说降火气我是没感觉了，我是觉得我开到火都来了，那味道还在嘴巴里面。我也是，哦，我好像出事哦，是哦，刚刚好哦，我们刚好一套力啦，对，我们刚刚惊奇有抽到 V Max， 对，没什么那个，可是就是要喝啦，有了。中年男人而已啦，还是得喝，看他们喝吧。来了来了，终于有了。那个表情注意一下，截图都没问题，以后当表情包。真的苦，我总觉得这一次比上次苦啊。有了，定格就知道应该是有了。水军，水军其实有用吗？有用吗？观众有发现我们三个口罩吗？御三家。对，这次感谢那个 JoJo 那个青青口罩赞助我们这个很漂亮的御三家口罩。好，这一次我们的第九包，出事了，孩子们。你有趣，你有趣人。好，再来，惊奇。你有人。第四张啊，陪我喝吧。莫名其妙。灰尘山 VMAX， 他把这一包一半的都抽掉了，真的。来，先喝。啊，好了，那基本上我们第一轮呢，就是大家应该都有喝到了，我应该是喝的比较少的。你喝几口？我喝好像一口，一口而已。我喝一口，一二四啊。我建议金奇现在跟他换一下。哎呦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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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跟你讲，这种事情一换，到时候会出事。来了，换个五包。好，换五包，换五包。是在玩什么伤心小站是不是？向右传三张。来，好，那我们第一轮苍空烈流的第一包开始。噔噔，没事，有了，看到了，别想躲，有换有差哎、欸，有换有差，是上面的，好像这是上面的哦、喔。看是什么牌，好像恰雷姆。哇，真的是恰雷姆。我看到斗戏的颜色。OK。哦，我发现后面很可怕。对，越后面会越苦，因为那个沉淀越多。电器什么东西？还是容器？容器，龙，快龙或那个吧，快龙吧，快龙。哦，后面很恐怖，对不对？好惨哦，从新竹远道而来喝苦茶，为什么欺负我？第四包，好哭哦！欸、真的哭哎、欸！哎、欸，你们到底是我要换牌吗？快点，我要换。朽木妖，朽木妖，开到高版本就算了，又开这种东西，这颜色明显不一样，好可怕！刚刚是有人摇过是吗？哦，不行，这个味道跟刚不一样。你应该是不是？我现在担心是我运气太好，人家高版本也在我这里。想不想换？算了啦，没关系啦。要不要换？我们现在大家都剩六包。向右传三。来，我们要怎么换？来，全部往右传。好，来来来。我不小心太夸张了，哎，如果再中哦，第五包，我可能要去厕所一下。哦，我好像哎屁！嘿，来练工作，练工作，练工作，好，暴力哦，有点意思，行啊。我的是火神鹅，火神鹅那个也是有用，芒果的噩梦。希望我们下次去喝的是美酒，对，美酒，好不好？来喝，哦。苦很多，要说麻痹也不是，就是怪怪的一个感觉。苦很多，对啊，苦很多，讲不出话，太苦了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刚出来了六张嘛，那我们现在还剩下五包。照理来说，我们这十五包里面应该会有一到二张，我们就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衰鬼第七包高版本吗？他也没猜，好像不是高版本，好像是 R 啦。对，是啊，快龙，哎，两张快龙，哎，好，对，好啊，好啊，nice， 真男人，可以，苍空烈流最后一包，直接来吧，看一下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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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哭啊，高版本，真的假的？我就跟你讲，芒果运气真的很好，是玩这游戏对我一点都不公平，真的不公平，完全不公平，这什么东西？应该是工作 V， 我觉得是意图，对，嘿。
SRI。好了，那就是我们这一次畅通猎流开的，大概就这样子。第一轮呢，就是一开始我们芒果哦开了一张奇巴纳，那再来就是这些哦，这些就是我们这一次这个一加一所抽的部分。好了，那基本上呢，今天大概这样啊，就是很感谢两位来到我们片里面参与这个企划，相信两位未来应该还会再接受我的邀请吧？我会审慎的评估，我会评估啦，我没有拒绝，是审慎的评估。我会先问有没有虎鲨，没有再来。好了，那其实这个影片最后呢，也稍微跟大家小小的宣传一下，我们惊奇突破工作室在7月25号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活动呢？哦，7月25号我们有线上赛，因为毕竟现在疫情关系，没错，都没有办法打实体的卡牌，可是也很多人在国外是用 PTCGO 来打比赛的，所以我们在7月25号是可以打这个比赛。OK， 目前都是开放报名的，因为毕竟现在大家疫情在家嘛，也不太能就是事实上真的面对面打牌。对，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，也可以去参加一下7月25号突破工作室举办的这个 PTCGO 网。的一个比赛，最后啊，再次感谢淡水猫脚印这边，就是提供我们那么美好的场地，还给我们就是这么多包可以抽啊，真的是太感谢了。那个人在干什么东西？你刚刚藏了，太香了。相信以后我们应该有机会也会常来这边打牌了，有机会的话应该也会遇到我们。好了，影片到这结束啦。如果喜欢的影片，欢迎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，也别忘记点选小铃铛，也欢迎到我的 Facebook 粉专按赞，也别忘记追踪我的 IG， 也别忘记到芒果还有惊奇突破工作室那边的粉专 IG、Facebook 去按赞了。OK， 还有淡水猫脚印，千万别忘记他的 FB， 也记得去按赞一下，别忘了来这边多打牌。那我们影片到这结束啦，大家拜拜，拜拜。